12:30，飞往西雅图航班的旅客，请准备登机。自从俊鹏离开后，我们这群人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只有偶尔寄来的一封信，有时候是阿远，有时候是俊鹏的问候。至于季节，他就跟当年一样音讯全无，时光就这样一年又过了一年。季先生，季先生，麻烦快点啊。年纪越大，时间就过得越快，快到让人没时间缅怀过去，快到让人想骂脏话。
回，我不是跟你说我快到了吗？在车上就这样先讲先讲，拜。永远有解决不了的事情，永远是匆匆忙忙的过日子。你在这干嘛？丽娜嘞？丽娜人不舒服，不来了。不能来？我钱都已经付了，不能来。现在找个女人够傻。谁呀？关你屁事啊！新娘服在哪里？可以开始拍了，小文姐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新郎。新郎？什么新郎？就是厂商临时说要加的啊。那他人嘞？那边啊。好年代经典版，连播2小时。